Lesson 4. She is my Chinese teacher. 课文 1. Text 1. 她是谁? 她是我的汉语老师。 New words. 他 谁 的 汉语 课文 2 Text 2 你是哪国人? 我是美国人 你呢? 我是中国人 New words 哪 国 呢 课文 3 Text 3 他是谁? 他是我同学 他呢? 他是你同学吗? 他不是我同学 他是我朋友 New words 他 同学 朋友 第5课 他女儿今年20岁 Lesson 5 Her daughter is 20 years old this year 课文 1 Text 1 你家有几口人? 我家有3口人 New words 家 有 口 课文 2 Text 2 你女儿几岁了? 她今年4岁了 New words 女儿 几 岁 了 今年 课文 3 Text 3 李老师多大了? 他今年50岁 课文 2 Text 2 昨天是几月几号? 昨天是8月31号,星期二 明天呢? 明天是9月2号,星期四 New words 昨天 明天 课文 3 Text 3 明天星期六,你去学校吗? 我去学校。你去学校做什么? 我去学校看书。New words 去学校看书 第8课 我想喝茶 Lesson 8 I'd like some tea 课文 1 Text 1 你想喝什么? 我想喝茶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米饭 New words 想 喝 茶 吃 米饭 课文 2 Text 2 下午你想做什么? 下午我想去商店 你想买什么? 我想买一个杯子
New words. 下午商店买个杯子课文三 Text 3你好这个杯子多少钱28块那个杯子多少钱那个杯子18块钱New words 这多少钱块那第九课你儿子在哪儿工作 Lesson 9 Where does your son work? 课文一Text 1. 小猫在哪儿？小猫在那儿。小狗在哪儿？小狗在椅子下面。New words. 小猫在那儿。狗椅子下面下课文二 Text 2你在哪儿工作我在学校工作你儿子在哪儿工作我儿子在医院工作他是医生New words. 在哪儿工作儿子医院医生课文三 Text 3. 你爸爸在家吗不在家。他在哪儿呢他在医院。New word. 爸爸。第十课。我能坐这儿吗 ?Lesson 10. Can I sit here? 课文一。Text 1. 桌子上有什么桌子上有一个电脑和一本书。杯子在哪儿？杯子在桌子里。New words. 桌子上电脑和本里。课文二 Text 2前面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叫王芳在医院工作。后面那个人呢他叫什么名字他叫谢鹏在商店工作。New words 前面后面Proper nouns. 王芳谢鹏课文三 Text 3. 这儿有人吗没有。我能坐这儿吗请坐。New words. 这儿。没有没能做第十一课现在几点 Lesson 11 What's the time now? 课文一 Text 1 现在几点
现在十点十分。中午几点吃饭？十二点吃饭。New words。现在。点。分。中午。吃饭。课文二。Text two。爸爸什么时候回家？下午五点。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六点三十分。New words。时候。回。我们。电影。课文三。Text three。我星期一去北京。你想在北京住几天？住三天。星期五前能回家吗？能。New words。住。前。Proper noun。北京。第十二课，明天天气怎么样？ Lesson 12. What will the weather be like tomorrow? 课文一。Text 1. 昨天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太热了。明天呢？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New words。 天气怎么样？太了。热冷。课文二。Text two。 今天会下雨吗？今天不会下雨。王小姐今天会来吗？不会来，天气太冷了。New words。下雨。下。雨。小姐。来。课文三。Text three。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吃饭。你多吃些水果，多喝水。谢谢你，医生。New words。身体。爱。些。水果。水。第十三课，他在学做中国菜呢。Lesson 13. He is learning to cook Chinese food. 课文一。Text 1. 喂，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看书呢。大卫也在看书吗？他没看书，他在学做中国菜呢。New words。 为。也。学习。学。Proper noun。 大卫。课文二。Text two。 昨天上午你在做什么呢？我在睡觉呢，你呢？我在家看电视呢。你喜欢看电视吗？我不喜欢看电视，我喜欢看电影。New words。
上午。睡觉。电视。喜欢。课文三。Text 3。8230-4155。这是李老师的电话吗？不是，他的电话是8230-4156。好，我现在给他打电话。他在工作呢，你下午打吧。New words。给。打电话。八。第十四课，他买了不少衣服。Lesson 14. She has bought quite a few clothes. 课文一。Text 1. 昨天上午你去哪儿了？我去商店买东西了。你买什么了？我买了一点苹果。New words. 东西。一点儿。苹果。课文二。Text 2. 你看见张先生了吗？看见了，他去学开车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40分钟后回来。New words. 看见。先生。开。车。回来。分钟。后。Proper noun. 张。课文三。Text 3. 王芳的衣服太漂亮了。是啊，她买了不少衣服。你买什么了？我没买。这些都是王芳的东西。New words.衣服，漂亮。啊，少，不少。这些，都。第十五课，我是坐飞机来的。Lesson 15. I came here by air.课文一。Text 1. 你和李小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是2011年9月认识的。你们在哪儿认识的？我们是在学校认识的。她是我大学同学。New words. 认识。年。大学。课文二。Text 2. 你们是怎么来饭店的？我们是坐出租车来的。李先生呢？他是和朋友一起开车来的。New words. 饭店。出租车，一起。课文三。Text 3. 很高兴认识您，李小姐。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听张先生说，您是坐飞机来北京的。是的。New words.高兴，听，飞机。